在 Queen 的第二季第二轮中，夏琳带来了本月少女的歌曲，开场旋律在空中曾让人惊艳爆，整场都没办法将视线移开，充满自信的气场及超强的高音，彻底的一个人征服了整个舞台。夏琳在台上看似轻松惬意，但其实舞台背后却是充满了辛苦的汗水。和声编曲更是一个人录制，真的是展现夏琳歌舞创作全能的实力。夏令营已经连续两人皆拿下满分的成绩，让人超期待下一次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？